大姐，掌柜唔知有滴个无？我就是掌柜的。非常丢保证的掌柜，敢毋是姓氏免费四两？无唔对，也唔过已经将这间店卖我，规个脚拢搬走。请问时间是搬去倒位？这我也唔知啊，是讲你遐尼着急要找四两，唔知有啥物代志哦？我是因侄仔啦，千里迢迢来长安要投靠伊。已经搬走三年外，是无可能找到伊的。我看你也是紧转去。先穿王小虎的别馆，两位大哥，我唔知影这是。王先生正甲兵部侍郎苏大人、九门提督桂大人在桃花楼饮酒，若是惊动朱大人，你敢食坐会起？你敢开口？金梦桃花盛开。路特别在桃花楼边啊，美酒邀请两位贤客再出一面，请。多谢温叔，温叔请。三位女人，金川、银川、宝川，恁两人是老门生，大家拢是外人，不必苦累，应酬。是。
迄、那个手气桃花，乃是鲁国中路金川。你若有意，鲁国将金川许配你。伊阿哥，你必须立锥相府做鲁国班主啊！一切尊重岳父安排。饮酒啊！搁点酒。大家，彼位必定是李小姐，国色天香，美丽无瑕。文叔为何留连娶李小姐为妻，情愿入赘相府？哈哈哈！拢一定两时结义，用恁两对新人。同时拜登万分，多谢大夫。恭喜大姐、二姐，会当得配如意郎君。三妹，希望你卖当早配如意郎。三妹袂用嫁人个啦，伊那是乌店呀，他写克死银川。二姐，啊，二姐今麦在讲什么乌店呀？哎呀，伯川，你二姐在咧讲话，就是安尼无头无脑，想到遐讲到遐，你就莫插伊啊。二妹，查某囡仔人，莫爱谨言慎行，以后千万唔通看你后白讲，知影无？是大姐，三妹啊。啊，二姐吼都爱滚酸笑啦，你千万都唔当看伊心肝头的呢。二姐，家己姐妹伫咧讲酸笑，我免来看点伊心肝头的。对啦，母亲，女儿要回房去看书，先告退了。好，你去。母亲。一年前，你明明将阮三个姊妹生死离家，送去和尚命来看。伊讲我甲大姐命中必得贵婿，一三妹也是三月初三五时生，乃是乌店命，不但会克死红婿，而且红婿若死了后，阁会自尽殉情。明明道这个代志，你阁讲我乌白讲，点你？我都讲过了，这件代志不准恁阁再讲，若去让外人听到，是要安怎才好？母亲放心，这件代志只有干那咱三个母仔知影，连爹亲也唔知。你若爹若知，也会安排托我老相亲的代志。今仔日卡输，不管若是去学苏良，也为我看介意着，我嘛会答应这件婚事。Oh.
我进来去看看。在遐粗口重安，所以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所在。莫怪你会这大胆，竟然连阮龙小虎的床尾仔我伫咧困。小虎，是啊，而且你阁惊弄了阮三小姐呢。哎呀，那实在太罪过了。太在遐真去欠罪就是。你莫进去啊！喂，恁内用你这尔大败家是吧？哈，这是上无用的，你是活了底生人哦，进出去啦！出去。对人讲话不得有错误嘞，小姐。像样我根本就无收费，是这流浪汉吼，踮遐伫咧困啦。哦。是你。但见伊明年虽见归乡僻。男女却无亲像是受苦之人，夜来之梦是可信，梦中的天主就是主人。小姐，在下陪累了，行了几处，还望小姐恕罪。你得跟我进去，出出来。我有话要问你，你先退在一边。哦，是。这位公主，你叫什么名？为何那天要请我外困呢？小姐啊。我死时名叫四平贵，道亲不误，无家可归。来自山西江州府，既然是道亲不误，为何咱回家去呢？父母相望，门庭已荒芜。你来道亲，是道可好人？这副西凉是我唯一的族亲，想在以前记美玲啊花面，我流落异乡啊，做了落难人，自幼只知影读书念武功。像我可负的阴白路霜，无限的同情啊，在心中已经熬好气啊，四平贵绝非久困之人，伊只是一时落难，我应该爱帮助伊渡过难关。
四相公，这卡催款你摕去店当银两，换茶币倒哩。哎，袂啊你，袂啊你。四相公，这卡催款你摕去店当银两，换茶币倒哩。哎，袂啊你，袂啊你。非亲非故，在下哪能接受你的规章呐？你千万卖见我，我只是关心你。何况一卡催款，定达几号？你提起。哎，无咯无咯，小姐，我袂用你。我李明到相府来做护院总管，为着的是爱护王三小姐，希望有一天会当得到家人亲睦。合作王星上的三件事，想不到这个六撇汉竟然先我一步扑到三小姐的门市。客店三小姐，相府查明，悉皆自保，这个人嫌疑重大，左右，左右。将伊抓来去地上掠。是。钻石棒汤。你看看，你把你将伊放开，就我绝对不是偷摕。哦。三小姐哪会知影？四平贵，伊是一位正人君子，伊只知影卡出内幕，要来去做贼。三小姐对伊阁不只了解，好，求三小姐做保，四平贵，只要你跪地求饶，我就放你走。李总管，你千万唔通为难伊，伊只是一个路难人呐。点起，四平贵，你若是无想要跟我去见相爷，你就乖乖下跪，叩首求饶。李大爷我。看在三小姐的份子上，我放你。也若无，三小姐，恰似在下无礼，要得罪贵府的总管咯。来，来，来，来！过去。是要有耐心，你的多情，请你。